话，干啥呀？刚才那什么，同事来电话，然后最后叫我出去一趟。出去干啥？这么晚？出去，他们是聊聊天儿，吃吃烧烤儿。然后呢？喝点小酒儿，不然后呢？是，那是吃完后，烧烤呢？喝完酒呢？嘻唱唱嘻，歌啊，嘻嘻小枣儿，唱唱歌儿。去呗，谁能管了你呀、啊？你能管了我？我管不了。那去呗，去往哪去呗？兜儿比脸都干净，往哪去呗？你有兜吗？有，在这，在这，你看这兜干净不？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啥意思啊？自己悟。领悟能力太低呀，悟不出来，嗯。悟不出来。你觉一个老爷们儿兜里没有？他请你还是你请他呀？他请你，你也不用揣钱，就去呗。也不能一分钱也不揣吧？没有啊。不用来你找干我，嘛？怎么那么小心眼儿没你？有，胡吃海塞的，又喝又啥的，还给你钱呢，你咋那么美呢？你这人说话就不对，怎么叫胡吃海塞呢？我有那钱，我干点啥不好？我没有，我还得留钱，将来给俺儿子娶媳妇用呢。这正常的人际交往，你怎么？老是那么小心眼儿。你现看在挣看。钱那么容易吗？我挣钱，我得给俺儿子攒钱，俺儿上学还得花钱呢。俺儿长大了娶媳妇花不花钱？没有。那他爹的单位也需要召集人呢。交际就得出去吃喝啊。那话说，老爷们在一起不就一起？就这肚子这样了还吃啊？再还说了，喝他呀？该多什么事？你这人真是，哎，快点，给不给呀？不给，我不告诉你了吗？你看你这人真是，再说单位分俩合作一起工作，你说吧，到时候弄的，是不是互相联络一下感情嘛？对不对？工作之间，你以后工作都互相之间配合。啊，去吧去吧，给你去吧去吧，赶紧走，来，几点了？我得哄孩子睡觉了。给多少啊？要啊，嗯。我得弄你这水。你这是啊？那你这100块钱啊，都能当？好，要不要？不要，你收走。啊，别！要不要？你这一百我都问能，你要。你都能当美元花？不要，快拿，要，拿。要，要。